哥们儿，你这计价器坏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们长春那个起价费高。不是你这玩意儿呢，你这计价器太快了。不是我们长春起价费高。我大哥，我什么车速啊？不是跳得快。啊？就我们长春都这样的。不是你这长春人这么黑呀、啊？不是这么黑，这么正常的，你打哪车都这样。不是你这玩意儿比我心跳的都快呀、啊。那你心跳跳这么快，你早过去了，真的。心脏病，哎、我去你心脏病，心脏病坐我车受不了。我从我家打车到这13块钱，你这你80多了。哎呀，到家都得二。你靠边停吧，我下车，来，我下车，快点，我下车。